十日，根据媒体报道 ，BLACKPINK 全体成员确定会在今天进行新曲 MV 的拍摄工作，而新曲的录音工作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，回归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，让粉丝们十分期待，同时也期待着以全新面貌回归歌谣界的 BLACKPINK。BLACKPINK 的四名成员虽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，不过四人的实力可是非常优秀的，每一次 BLACKPINK 都会给观众们带来全新的样貌和成长。而这一次时隔好久之后的回归， BLACKPINK 将会带来怎样充满魅力的音乐，也让粉丝们很好奇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